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：不幸遇上火灾，你知道正确逃生的原则吗？消防熟练书粉砖 PO 出一段影片，指出在火势发生时先关门是逃生的重要关键。画面中可见，高雄去年十二月底一处车库发生火灾，在一楼轻微中风老妇的先发现火势，随即向在二楼睡觉的七十五岁老翁大喊失火了。 老翁从睡梦中惊醒，起身时发现阶梯浓烟密布，遂先将房门关上，成功阻绝大量火烟，再逃至侧门阳台等待救援。最后，老翁毫发无伤被救出。贴文进一步表示，老翁机警将门关上，成功阻绝大量火烟进入室内，成功救了自己一命。有网友好奇，如果门材质是铝门或直或者像厕所门材质？ 这样效果如何？会有影响挡烟的效果吗？陆竹消防分队则回应，还是要看门的材质，提醒厕所塑胶门无法挡住高温的浓烟。